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花丽 Flower。很多人都觉得猫眼很老气，其实不然，黑色的猫眼就像一只夜空中的精灵，忽闪忽闪，特别的神秘。今天分享一个黑色猫眼的教程，特别的简单好操作，赶紧学起来吧。指甲经过修剪、打磨和清洁过后，就要开始步入正题了。按照步骤一步一步的操作，黑色的甲胶涂完两层并烤干之后，涂上一层黑色的猫眼胶。神奇的吸铁石一吸，一根闪闪发亮的线条就出现了。一只手做一两个手指，不浮夸不老气，是不是瞬间就爱了呀？